小姐，小姐，我们在录一个节目，请问可以跟拍到你家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，我刚换房，而且首付只要10%，这个秘密我只跟你说，赶快来我家参观吧。哎，进来啊，不用脱鞋子，我们家最近很多人都来参观。怎么有人在睡觉？那是我室友。我是想问说，你们觉得你们家最棒的三个优点是什么？我们家，拜托，我们家有30个优点，好不好？第一个优点，公设比超低，32.3而已。还有，再来你看看，啪，这么大，那么漂亮的独立玄关。回到家，随便那样一拖，独立的落成区，不用怕弄脏家里其他的地方。再来，我们三房都是边间，户户采光，大面开窗进来。哎，啊，你怎么已经在睡？你看多么惬意，多么舒适的环境，那睡得跟猪一样。还有第几个优点了？来来来。喂，嘿，你干嘛？啊，要开趴啊？不是昨天才开，很累呢。哎，那我先走啦。那个我楼上在接我开趴啦，哈。啊，等一下要走了，我还想问怎么当你的邻居呢？当我邻居很简单啦，我听说就卖到10月22号而已。我待会再把窗口的那个联络方式给你 ，OK 吧？好好好，拜拜拜拜拜。